哎呦妈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你，你这干啥呢？吓一早的汗呢？做了一个梦，我跟你说啊，做梦全是反的。你要是做着好梦的话，那就是竹篮打水了；要是做噩梦的话，那很容易那就等于是时来运转了。是不是？ 配钥匙啊，老板，你这儿能不能配电子钥匙？电子钥匙啊，这磁力钥匙吧？我要强磁的。强磁的，是这种吗？对，就这种，600，一口价。多少？600，便宜点。小伙子，这强磁力，什么时候都能开。 要不，要就拿走。这么着，老板，我就带500块钱，行吗？行吧，谢谢。先生，小心地滑。 行了行了，妈，我想办法吧，妈。 好嘞。 你是不是找死啊？
告诉你啊，要弄给我出去弄去啊，别在这屋里给我搅和。铁娟，开门呐！李斌，开门！我是春光。你干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我魏哥，我渴了，我喝点水。开门呐！李斌，开门！我是董星光。你有病吧？各位，你别欺负太甚啊！不是我欺负欺负人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宿舍里没有爸爸，不是你想欺负谁就欺负谁。你再说一遍。不，再说一遍。不是你想欺负谁就欺负谁，怎么了？不能打仗，打仗怎么？开除。打架，打架开除。打架，别走啊！打架不就是开除？行。陈经理，耿星光没事，他得了轻微脑震荡，明天就能出院。医药费一共是520，这些得从你的工资里扣。还有，他得休息一个星期，他的工资也得从你的里面扣。明天你去财务部结账，你被辞退了。不是，陈经理，不是陈经理，你看你不能开除我呀。你说咱都是老热带雨林的了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说你得帮帮我呀。你一直欺负耿星光吗？这次还下黑手，他做对不起你的事儿了吗？太过分了你。是，我知道这次是我过分，但你说你得帮我呀。公司有规定，寻衅闹事者开除，我帮不了你。不，那你得帮我呀。你说我家里就急等着用钱呢，你不帮我把我开除了。不是我求你了，申经理，真的，你帮帮我吧，行不行？我求你了，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你知道家里缺钱啊？那你遇事不忍忍？你知道家里用钱，你对同事下黑手啊？我告诉你，我看不起耿星光是他没素质，我更看不起你。你不但没素质，而且野蛮，你就不能和和气气的跟同事相处啊？一个小小的寝室里，你称王称霸的，你算什么本事啊？蓝总绝对不会原谅你这种人，我也不会帮你说情。这事儿这么定，不是，申经理，苹果好了没啊？来喽！哎，走你！张嘴啊啊！爷，耿爷，您享受不？嗯，这是北京话。您这地儿就不能说嗯的，你得说得嘞。耿爷，那您今儿舒坦吗？
嗯呐，还你呢，你个大馋包，你这是冒啥鸡呢吗？这不是，来，再切一块啊！你们也吃呗。不是一共几个苹果呀？你在水房里边就咔咔就搂仨呀？啊！我说铁军，哽爷嘴里的东西你都敢抢是不是？你说谁吃仨呀？你没吃是不是？别，我没吃啊！你再说一块。别，动不动。再来一块，耿爷。啊，耿爷，那您歇着，我们就得去。哎呀，我得去上班去了，这玩意太憋着了。你给我来嘚瑟是不是？你给我嘚瑟是不是？你说谁吃饭啊？我给你放，好。 得嘞，在那儿，在那儿，跑了都。啊，你们小心一点啊。 喂，你是全十八的那个老李吗？是我。我是耿星光啊。我知道，你是星光灿烂的耿星光，叫我给花打农药的那个耿星光。对了，耿星光啊，我还得好好谢谢你呢。我那花现在长得可好了。 那些啥呀，一顺嘴的事儿。耿星光，是不是又想找人聊天了？啊，不是。那怎么，有事需要帮忙？嗯呐，我有个事儿想不明白，想跟你说说。哦，你说。就是头两天我跟铁军去看他妹妹。 完了，在天桥上看着一个要饭的，完了，可怜了那要饭的，腿是这样事儿的，就是残疾了，是真残疾了。完了，铁军不让我给他钱，说他是骗子，说骗完钱回家盖小楼。他怎么会是骗子呢？铁军回来。 原来你就为这事儿想不明白了。你说我该不该给他钱呢？至于你给不给他钱呢，只看你有没有两样东西。哪两样东西啊？第一呢，是你有没有给钱的能力；第二呢，是你有没有给他钱的爱心。啊，爱心我懂，就是可怜他呗。那啥叫能力呀？就是说，你有没有多余的钱？ 啊，那我明白了，那我知道下次该怎么办了。好，明星官，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。哎，那谢谢你了，老李。客气，再见。嗯呐。 哎，小星光，哎，你头不疼了？疼，疼你还下来？我得活动活动，老躺着，浑身哪儿都焦酸焦酸的。行，慢点啊。哎，光子，哎，你真会给乞丐钱啊？嗯。 为什么呀？因为那两样我都有啊。两样？嗯。哪两样？一是能力，二是爱心。
什么手啊？你干的就是这活，哥干的是什么呀？快光临热带雨林，没事儿了。那我叫你干啥来了？快点，快点，快！你求我，不是不，哥，你求我，我求你，叫哥，哥。我真抬不了你一个人。这玩意儿死沉死沉，谁答应你？正好你锻炼锻炼嘛。哎呦我去！哎呀。二舅怎么出来了呢？哎呀！哎，李斌，二舅，哎，二舅，大伯，行不行了你？哎呦喂，给我掉链子！哎呦，哎呀，呜，哟，爷，您不在床上享受着，出来干什么呀？就是啊，我说您要是想我们了，您打个电话召见一下就得了，何必亲自下来接见呢？我说爷，我躺的浑身焦酸焦酸的，想溜达溜达。哪儿酸的？这酸酸的，这酸酸的。我，请问你们认识耿星光吗？不是，找你的，找我干啥？啊，大娘，我就是耿星光啊，是耿星光。哎，大娘，大娘，哎呀，大娘，大娘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快快快，大娘，大娘，那个大娘，您是不是拜错庙门了呀？就是阿姨，不是你是谁呀？我是高维的妈妈，这个呢是高维的女儿，我那儿子啊，他不是个东西，他这臭脾气，逮谁跟谁来，在家呢我都让着他。是，我们也让着他。那你也不能越让越来劲吧？你看把人都打成啥样了都。这个混账东西，对不起你了啊。那个大娘，你不能说是这一句对不起就完了的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也就是耿星光皮糙肉厚，要不是换了个旁人，你完了这，真的。孩子，你就原谅他吧，你不要再怪高维了，行不？不是我，那啥没怪他呀。高维不能没有工作呀。如果高伟要是被开除了，我们家可咋办呢？我求求你们了！哎，大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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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高伟他混，他脾气不好，但他心里苦啊。我的孙女儿从小得白血病，他很信任妈妈，又跑了韦德三儿。他爷爷天天吃药，我本来想啊，出去找点活干。可是我老了，没人要我这老婆子了。我们等了三年呐，好不容易等来了适合我孙女的骨髓了，这不要做手术，这哪有钱呢？大娘，哎，耿光，嗯，我大夫怎么跟你说的？不是让你好好的在床上休息吗？你看你怎么下来了呢？是吧？快回去吧。哎，对，你听医生话啊。大娘，我是我知道，我你。你的事儿，这我们还在这呢吗？啊，好，回去吧，啊，回去。哎，走吧，走，行，赶紧回去休息。你慢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，快回去吧。行了。阿姨，您刚才也听见了，耿星光已经原谅你了。耿星光这人是不是挺好的？你看又没让你赔钱，人家也没说啥。但是，哎呀，但是工作这个事儿啊。我们是肯定管不了。你要是不放心，你这么的，你去找申经理，是不是？申经理肯定能管。啊，对，大娘，这事儿啊，申经理说话好使。没事儿，你这么的，这个咱家孩子这不是还生着病呢吗？是不是？你就赶紧回去吧，行不行？大娘，再见啊，大娘。那你们帮高伟说说好话行吗？您放心，我一定替他说好话，大娘。大娘再见。慢走啊，大娘。哎，大娘再见。走吧。哎呀，那个耿星光这傻子能不能去蓝总那儿给高伟讲情去了？我看他有这个意思。哎，傻子，你干啥呢？我不知道他女儿是那个病，我要知道。宋琪，我住你床上行不行？
谢谢。哎，老孟，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坐了，说完我就走。有什么事儿，你说。高威搓澡的技术可好了，老了顾客点他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师傅就让我学他搓澡那个样儿，完我就学了，完了。我都有进步了。还有呢？完，我师父总夸他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来替高威求情的，对吧？他搓的的确好啊，老了回头客了。行啊，高威他违反了公司的纪律，我为了要维护公司纪律的严肃性，所以我们只有把他给辞退了。可是，高威有个病女儿，得的是白血病。高威他的人品并不好，你何必要替他求情呢？宋琦说，白血病就是血癌，完了要想治好他，得花好多好多钱。他这个人的脾气和个性我了解，他是不会改变的。如果我现在再把他留下来，他还会继续的欺负你，或者是其他的人。高威要是没工作了，拿啥给他女儿看病呢？他妈哭的可可怜了。我要知道他女儿是这个病，我就不住他上铺了。要不住上铺，那就不能打架了。行吗？有时候不要把所有的过错都往自个儿身上揽。一个人犯了错，给那个人一些惩罚，其实对他来说不一定就是一件坏事。他妈哭的可可怜了。你先坐下来，喝口茶。你说的这个事儿，让我考虑考虑。他妈哭的可可怜了。来，先喝一口茶。这个事儿，让我好好的想一想。喝吧。怎么样，味道还喜欢吗？没白开水好喝。这个啊是铁观音，以前没喝过吧？味儿有点怪。那是因为啊你不习惯。这个味儿呢，本身就是铁观音一个独特的味。如果你习惯它的话，你就会一直喜欢它。他妈哭的可可怜了。星光，这件事儿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高威，
他必须要跟你赔礼道歉。嗯呐，来，再喝喝看。嗯呐，怎么样？真香。来来来来来。 不贷款了是不是？不还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嗯。哎呀，不是，怎么就不能还呢？你能不能玩那么一天？快快，那你就走好了呀。嗯，快。 你就搁中间这杵着呀，走啊！就知道往那一杵。哎，我说伟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耿星光说呀？耿星光。 那天是我不对，不是，我那意思，我现在跟你道歉了，不是，你怎么的？你说句话呀，你别不说话，你不接受咋的？ 事儿不都完了吗？完就完了呗。不是，你看，我这人吧，脾气你说，哎，高威，你看我这像不像蜻蜓？像不像？蜻蜓啊？嗯呐。 哎呀，我瞅瞅吧，来来，我瞅瞅。嗯，这不是个鸟吗？哎呀，这怎么整蜻蜓嘛？怎么是鸟呢？大蜻蜓，<笑>就按蜻蜓编的，整成鸟来了。<笑>高威回来工作了。 那他女儿的病也有希望了，他的脸也不像过去一天老绷着了，人也和气多了。喜事里头，大家有说有笑的，气氛老好了。我再也不用偷偷的看高威搓澡了，有时候他还教我两招，最好是隔三差五的，我还可以用他练练手。师傅说我进步老快了。 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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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人呐，好人，谢谢啊，好人呐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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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哎，谢谢，谢谢师傅。
那个给欣欣的妈咪。啊，就是蜻蜓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那啥，那个。你还有事儿吗？没事儿。国栋啊，你说我加上这次，我都来了5趟。你说，那这趟那个江顺他还不给，你说咱咋办？咋办？跟他耗着呗。有他这么干的吗？欠钱不还。嘿，你可别提了，有2趟我跟他耗到下半夜，他就在那打麻将，他就不理你，你能把他咋的？哇，大舅，你搁这磨叽啥呢？咋的？啥意思啊，大舅？我跟你说，国栋啊，我一到这来要账，我都愁得慌。哎呀，不，大舅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就你说那上回那情况，那讲话了，你就应该给咱们人打电话，你咔咔咔把咱人往那一码，不给钱，东西全给他搬走。你回头看门口站啥？他雇的保安，你咔咔咔一搬，那不打起来了？那打就打呗，正好店我给他砸了，我看他干不干了我。啊，砸完你痛快了，你要不要账了？你砸坏东西你赔不赔呀？本来咱有理，叫你那一砸把理砸没了。大舅，你这思前想后的，你钱能要来吗？你今天你别吱声啊！你看我把这钱咋要回来的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别毛了三光呢。本来那就商量的事儿，你死不要，本来商量什么玩意儿？行了，我给你听话呢。你老实在这待着等着，你别去了。大舅，你别去，不是你别去啊！我自己去，老实道呢吗？太窝囊了，这啥玩意儿？打太慢了，你痛快多好，你说。该提速得提速呢，这火车都提速了，你们俩怎么那么慢呢？你看老曹那速度，你看人家，哎，你打麻将也得快点，你快点，你看你这个慢呢，哎呦我天，肉，雷锋，大伯，我不要，哎，没用就打呗，你说江老板，发财呢？哎呀，老歪来了，哎，我找凳子坐啊，你和给那个老歪倒杯茶喝。快点！就你俩最肉啊！杨老板，手气怎么样？太客气了，这手气吧还行，这牌他妈欺负人，你知道吧？牌型立着吧，看挺好看，我就不胡，你说，快8圈了，就胡了3、4把小屁。这行，曹老板红，火的一塌糊涂。那技术在这摆着呢，呀，挡不住了，这我们仨全让他给赢了。哎呀。痛快点，这个慢呢，4万。哎，说啥来啥，又给我点了单夹4万。这啥速度啊？行，大胆的，胡了图了，给你钱，拿出去。谢谢了啊。那谁何啊，给我打电话来来。咋了，老姜？害怕了？不玩了？放手。何老板，哎，你这个转臭了。臭什么臭？能不能不要了？是啊，能不能给钱啊？挺轻啊。谢谢老板。我跟你讲，这麻将才欺负人呢。你就是麻将，我跟你讲，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，纯子就凭点子。你看，你像曹老板，那打麻将一个臭啊！你要在他后边看牌，能给气疯。但是曹老板人家点子好啊，那必须的。想唱啥唱啥，想吃啥吃啥，那就5万是差了对吧？啊，人家绝招，字母，
气死你不？不是我出去溜达溜达。老外你待着，我溜达。吃老枪，你这输几个钱儿，这怎么这是？家人们，你看我那点儿。不是老外呀，这以后你要挣了钱，你就干超市。你说你整个工程队，你费心劳力的，你挣老多钱呢。是，你看我这，看我这小食品呗。两毛钱的成本，你猜我卖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八块。哟，翻多少倍？再说我这小食品是我自己厂子生产的，产销一条龙啊。还有那个日用品，这都师哥的，这卖完才给他们结账的。那你知不知道我这超市我开几家了？开几家？八家了。不出三年，我让各个街道都有我的铺面。嗯，行不行？是不是？信不信？信信。哎呀，蒋老板呐，就凭你这脑瓜，金控的生意，我跟你说真了不得。我跟你说，老歪，我就爱听你说话，你说的带点儿啊。你哎，蒋老板，嗯，你看你这生意做这么红火。你是不是就把我那点钱就结了呗？不是，老外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不刚进完货吗？你是不是？就你别着急，你这结账的时候过两天我肯定给你结。不是，再有我这下边还有活呢，到时候还交给你装修。蒋老板你也知道，你说我这工人这工钱发不下去吧，就没办法接下个活。现在工人都在我家那吼着呢，眼巴巴地盯着点工钱呢。你说。咱都一个县的，一说起来都老乡呢。就是啊，咱俩要不老乡，嗯，我能把那些活都交给你干吗？是是是，就你就是别着急，那活儿的那肯定有，都是呢，都是。你说，江老板，你要照顾到底，把这点钱结了吧。你说，我那么多人在家，你就在这闲着，就往下没法干活儿，真的。我说老板，你这老着什么急呢？你说你这磨磨唧唧，这能不给你结吗？你这是我这买卖能不给结账吗？你说是不是？你别着急，我跟你讲。早晚跟你结，过完十一肯定给打款。不是，你过十一在家都好几个月呢。你说你这不是江老板？我跟你说哈，那你要你照顾就照顾到底，你然后你给我结了吧。实在不行你给我结一半，你看怎么样？是谁呀？你老家打过来的？你看，等我一会儿。老外，你等，稍等会儿，我接电话。你就别着急。不是，喂。孙子，真是孙子！怎么的？他又跟你装孙子？我说我是孙子。哎，像孙子一样给人赔笑脸儿，像孙子一样给人说小话逼过年嗑，明明他是欠我钱，把我整得像个孙子。大姐，我说你啥好，你就不听我的。你像我说那，当然该咋咋该闹闹，这不钱就给你了就。像你这，我像你整的孙都不如。那咋的？你说吧，大舅，你说咱咋办？行了，啥也别说了，那这找个地儿吃碗面条，躲着放口，咱们再回来。吃饭就吃饭吧，还啥叫躲着放口？你不躲咋整啊？那江顺这功夫吃饭出来喊你去不去？你去了这顿酒菜的，你不买单呢？走吧。我觉得朋友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吧，永远都不离不弃的。两肋插刀是一种知己，是一种亲切。朋友交心，啊，对，有知心话互相说呀。啊，没有那种血缘关系，但是在主观上那种亲密。一辈子一起走的人，我非常想和耿清欢这种人做朋友。很向往去跟这种人交往。我觉得能和他成为朋友以后，我会有更多的朋友。会，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会想跟这样的人成为朋友。身边会感觉非常踏实，非常有安全感。我们不用去考虑什么明争暗斗这些事情，可以很真诚的去跟他接触。义无反顾的想了解友情关系。我希望成为这样的人。我想，但是我或许我做不到。我觉得可能我还是没有他们无私。说想，但是做起来真的非常困难。只能说能做他一小部分吧。一般的人，我觉得会做不到的。他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。星光灿烂，星光灿烂，星光灿烂，星光灿烂。
亮，星光灿烂，星光灿烂，星光灿烂，真真亮。太多梦想早已沦为笑谈，太多良心陷于身体腐烂，太多人聪明倒不再付出真情感，太多矫情只是为了交换，太多事情为何偏偏要你管，太多麻烦明明和你一